怕开始做阵行，来一时做无路，有话讲来招路。一支草一点露，听着等待的脚步。想为你拢是苦恋，想为你拢是苦恋。我心，我将心自我开始做阵行。成功！哎，不是啊，无恁即摆楼顶是拢爱针对阮楼开是嘛？啊，两个介意欣桐，一个介意加分，啊，佮有一个介意秀明姐。啊，刚有需要配一个予你。好，唔免，谢谢再联络。恁拢无够格。不，连我嘛无够格。当然啦、啊，你是倒位来住是嘛？我介意的是高富帅。你是安怎介意高富帅？是讲啊。想不到叫你正义的童问真大记者，竟然叫你肤浅哦！什么介意高富帅都是肤浅，那那加分嘛是肤浅啊！伊正正甲地当来做伙，所以离婚啊！国再讲迄个郑德龙，伊加减嘛高甲富尔好无？人敢那高甲富都唔知压力偌济啊！哎，哦，你讲高，哦，我甲伊差不多，我得甲比伊较悬。阿富，以后我一定成功的。哦，阿那帅。我绝对赢伊。请坐。嗯，坐嘞。林嘉芬小姐，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帅？我拄则是问讲，你是安怎会介高富帅？哎呦，无啊，你是无听过哦。宁愿在名车里哭泣，也不愿在机车上忧郁，有钱较重要无？你这个人，那叫现实啦。我这叫做实际。嗯。你做你慢慢等啊！奇怪呢，我是袂当做梦哦，我会当慢慢等我迄一百分的老公。嗯，无问题啊。嗯，安尼就对了。嗯，祝你追分成功。呵呵，找你较需要啊。吃你的梅啦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嗯。啊，我帅吗？无啦，你食好哦。嗯。阿妈有备订单哈。阿哥，你答应我，你来搞我这一件代志哦。还不答应哦？哦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冤枉我老了。啊？不啦，阿哥。你不答应吧？哎呦，不啦，不啦，不啦。啊！我答应，我答应啦，哦。乖。我这个礼官平常时就乖乖啊，怎会啉酒醉完全变一个人啊？我难调调，我怕会人。哇。林姐，我袂当有白想。控制室设计失控，控制室设计失控，控控控控控控。哎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了。哎，你先乱了。太好了。啊？小弟，喂。哎。别卖公生气了，别闹，可能走路啦啊。走直线，卖闹啦。林姐，咱走直线了。弟兄，金峰哥。啊，新哦。啊，弟兄是安怎呀？是伊着，平常早起出来饮酒啊，饮到醉茫茫，我即马送伊转去啊。哦，那恁去送伊转去。这里哦。金峰哥，这个世界有哪一个天使？你边啊迄位嘛是天使小姐哦。啊？好啦。我嘛是天使。好啦，卖闹啊啦吼，紧来转啦。拜拜，拜拜，行，好，打扫行。豪哥，你伤害联盟那两个少年了，已经找到了，啊，即马去让对方关起来。若不是你有交代哦，我早就把因脚筋剁起来。先进去啦！天英哦，伫咧电话内底个人口开哦，我叫你紧转来。等转来了，看伊安怎处理才阁讲。我看伊哦，根本就是咧拖时间。啊，咱袂当安尼戆戆伫遮等。啊，万一哦，因雄雄过来开，咱是真吃家。啊，先去阿姨哦，离开迄个所在。豪哥，
你若是真正车拼起来，咱是爱徛伫个遥控那边嘛。到时阵你来替我甲你们讲好势，真紧哦！真正是安怎讲拢讲袂听，一出院了，一定到去林家边那边。讲咱派人哦，安尼24点钟哦，就看到你，千万袂当哦，过你们出任何代志。在给你擦掉，无啦，我唔。啊，柠檬有较好无？啊，好真济啊！阿婶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啊，无恁去外口讲啦，莫去甲柠檬擦掉。阿婶，阿豪用柠檬受伤的代志，甲阿豪谈话，真无简单，才让伊愿意坐来讲，来定好我把握这个机会。我阁可能无路用，万免你用你的查某囝替我解决代志。你误会啊，我只是希望代志能顺利解决。我家己的代志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真正无需要一个反背我的人。替我处理代志。阿豪无反背你的理由。钱，就是上好的理由。阿豪趁钱不是为了家己，是为了身躯边所有的兄弟。你嘛是伊的兄弟，伊无可能为了钱反背你。伊明知影我无介意十三亿，现在硬要甲伊合作。十三亿害死阿玲。伊敢毋合作，我嘛足怨恨的。啊，毋过你离开了后，西丽试看无人带头。伊若是无甲伊合作，敢有可能活到即马？当初你无消无息，是伊陪我度过迄段黑暗的日子。我甲伊结婚了后，嘛是伊伫找你，伊嘛真少伫甲我走动。伊就用心地等我，等我甲你放回去。遮尼体贴的人，绝对无可能反背家己结拜兄弟。搁我想者，我无相信老小姐啦。骗的酒桌，爱情亲像是车，周围伊拢是苦天。我心，我从心出发，开始做阵行，成功的路。哦，老早，老早，我被早顿来阮家。无怪今仔早起出来拢无早顿。怎办？阿宽刚刚说着，迄边无人食，从来拢唔捌发生这种代志。敢袂是因为今麦伤早，啊无看我只卡看麦啊，先食早顿啦。啊，等下看宽宽想要倒位耍，我再带你去。多谢。啊，迄个郑佑志董事长应该袂对啊。伊去花莲出差，伊叫我打电话恁嫂。好啦，阿丽，我先等伊准备，阿丽想看卖，看要去倒，我再陪你。无发烧，嘛无记住啊，真好。
吴春公，你即马变到这样大方哦？当然啦、啊，人总是爱进步啊，对不？哦，吃早顿啦，我先讲。吃你的早顿啦，秦家冠小姐啊，郑先生跟曾先生是不是很难选啊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所以你两个都要？我两个都不要，吃了早餐。呵呵。你安尼规路拢白讲话，心情不好？无啊。卖误调呀，误调会调来伤啦。有啥物话你就讲出来。啊，你毋是介迄种听你的话的查某囡仔，啊，啥物代志拢听你吩咐啊？你讲的迄个是阿瑶，毋是阿仙啦。你是你，阿玲是阿玲，你真正无需要逼家己去改变。啊，不过会当为着介意的人改变，这嘛是一种幸福啊。你想过听话啊？都毋是周秀敏的，你也是做你家己，保持你原本的个性，安尼我较惯性。啊，不过你也是较喜欢迄种温柔、听话、莫知影你想做代志的迄种查某囡仔，都参像是。参像是，我甲你讲啊，除了你，我敢能话你尔。啊，亚萍呢？亚萍。伊是林文豪的某啊，敢有啥问题？啊，伊嫁静静嘞。迄个时阵，我已经有阿玲啊，而且伊毋是我介意的对象，你莫想伤济。啊，不过我着已经在想啊，我无法度讲莫想就莫想。是亚萍甲你讲，伊以前介意我，也是阿豪讲的。是谁讲无重要啊，非得着是有这件代志对无？亚萍以前捌喜欢我，也毋过迄拢过去代志。就算是过去的代志，你嘛一定要甲我讲啊！我啥时一定要甲你讲？嘿，万一亚萍对你也是旧情绵绵，佮想要甲你留转去，安尼是安怎？绝对无可能，伊是有翁有查囝的人。奇怪呢，你哪会袂烦恼？卖猪肉阿娇，伊是做头鬃的阿娇。伊拢毋是我的对手啦。放心啦，我甲亚萍毋捌交往过，以后嘛绝对无可能暧昧。好，算你过关。搁一件代志哦，我是感觉哦，咱莫互柠檬搁去林嘉碧遐，较袂去互咱拖累着。甲我想的同款，我拄则伫个病院，已经甲因讲啊。柠檬这届哦，真正伤啊足严重诶，好佳哉有去吊着血，啊若无，伊就性命危险。你受寒无？伊就是 O 型血啊，这应该真普遍啊。伊是 Rh 阴性 O 型血，这款血型足少诶。柠檬，过来手术。是啊，回家拄啊送过来。敢不有输呀？我是 O 型的。唔免啦，有够。啊！你是安怎啊？无代志。哦，你就是安尼啦！明明有代志，啊偏偏啊就要讲无代志。你就是安尼啦！明明就介意我，偏偏佫唔承认。那是你。我承认啊，我足介意你。妈呀！哦，你几岁啊？咪这么幼稚。这应该真普遍。伊是 Rh 阴性 O 型血，这款血型足少的。想袂
哥，你问一个我做去捐血啊？我最近跟人相拍嘛是爱闹会，不如管管你。以后不准你再去跟人家相拍。为什么？你拄则无听护理师伫咧讲，你的血是 Rh 阴性 O 型血，是足少的。你若是受伤需要输血的时阵，病人可能无库存。到时你若是无血通用，足危险，知影无？真恐怖！哎，趁即摆血还阁真济的时阵，紧关关的，寄一寡伫咧病院，若要用的时阵，会当随时摕出来用。这个病院是你开的啊？我若趁大钱，一定开一个足大的病院，专门收兄弟的。安尼，因受伤送去病院，免惊去用通无。着病理嘛，想要开病院啊？食个饭，食个饭。雷某甲阿玲同款，食恁哥的过敏，血型佫甲我同款。这世间，敢有这么多好的代志？喂，杰凡，联络袂到林嫂。哪有可能啊！我今有甲讲，你买只款款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联络看卖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您怎奈无开机？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奇怪，我妈妈无开机。喂，嘉文。我嘛找我妈甲林嫂。好，哎、欸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老师长，请已经伫楼下等啊。喂，嘉文，我是无用，咱不去联络。老师长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先？我找我妈甲林嫂，因敢甲你讲因去倒？老夫人无甲我讲，也是我来联络看卖。好。你联络看卖，看哪个讲。是。老夫人甲宽宽即摆应该伫机场啊。秦家芬，我才看你要用什么理由甲德龙哥哥缠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。请稍后再拨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看看电话，刚刚卡未通啊。郑德龙无找到伊妈，妈妈在发生什么代志？咱去伊家看卖啊。好啊，我陪你去啊。差不多，我要出院啦。出院嘛要看医生。阿公有啊，恁爸已经甲阿伯讲好啊，为即马开始，你不准去啉咖啡。为什么？我要去倒位耍是我的代志啊，恁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？顶下就甲你讲过啊，去遐危险，你着唔听。你看，是毋是受伤啊？啊，我受伤甲啉咖啡根本就无关系啊，是欠钱的人找我的麻烦。妈咪，你放心啦，我袂戆甲吃亏两摆。后摆伊若是过来，我绝对甲伊拍甲戆甲。阿伯有家己的代志要处理，大家拢惊会连累你。大人讲的话你爱听，等代志处理完再搁讲啊。阿婶，阿伯，你讲较好。我拢好啊，你看，完全无代志。是安怎？我感觉雷某有一寡角度，互我感觉真熟悉。阿伯，你爸爸甲妈咪讲，
我想要出院啦，无想要住伫遮。我讲无效，医生讲走啊。唰唰去，恁拢是共党。亚萍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妈咪，做你去啊，唔免烦恼啊。问题外口。雷某，敢真正是你甲阿豪查囝？你哪样样问这？你问当然是我甲文豪的查某囝。安尼是安怎这样拄好？伊甲阿玲同款，食另外的过敏，而且伊的血型，甲我感觉是 Rh 阴性 O 型。你这问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知影我是什么意思。敢讲你认为柠檬是你甲阿玲的囡仔？我唔知啊，所以我问你。阿生，你想不想知啊？当初我知影柠檬食恁哥的过敏。我嘛想讲是阿玲投胎来做我的查某囝，啊，不过我心内就清楚的，柠檬是柠檬，阿玲是阿玲，我袂当甲两个人牵做伙。当初阿玲爸爸来病院给伊带走，转去厝内拼大厅，这你嘛就清楚的。后来伊爸爸得着癌症，要过往进前，伊甲我联络着。甲我讲阿玲代你逃命，这我嘛甲你讲过啊。啊，不过从头到尾，伊拢无讲到囡仔代志，因为囡仔伫迄个当阵就已经无啊。我知影，你就希望囡仔佫活的，啊，不过已经甲阿玲做伙离开这个世间啦。你别跟我白想啊！是嘞，是我想想侪啊。无要紧啊，我会当了解。甲李凤过好，别跟伊想想啊。我若是会当查到雷某的生日，是毋是都法都知影？亚萍是毋是有阮外挂？什么？徐欣彤护理师跟我爹？我已经下班了哦。多谢。我再拜托欣彤替我忙，应该都忙会着。董事长，我们联络无着老夫人啊。请稍后再拨。奇怪啊，我妈哪会着关机啊？老夫人制造这个机会给咱，
我今仔日一定袂当失败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也是无人接吧。就算我妈带我出去佚佗，嘛无可能一直关机啊！啊，恁嫂嘛关机，啊，厝里电话也无人接。董事长，新年代啊，是讲老夫人到底是带看看去倒位啊？你敢会去找阿姨？喂，阿姨，阿姨，我妈到曹宽宽过找你。哦，无啦，阿姨在出去佚佗，我想讲伊去找你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拜拜。董事长，车已经开过来啊！我要赶你台吧，我袂放心。要你一句话，无爱欺骗的酒桌。要找到，郑德龙回我讯息啊，伊讲伊妈甲坤坤拢无伫咧厝内底，连郑德龙拢毋知影去倒啊，那些奇怪。伊连伊妈平常时去的所在拢找过，毋过拢找无。既然连郑德龙拢咧找啊，你先莫紧张，莫后白想，咱先来食早餐。啊，若是有任何消息，我相信哦，郑德龙一定会马上联络你的啦。哦，好啦，莫烦恼，行。等下，你有影平安？收得好啊，无要紧啦，我伫要七号啊。哎，啊你最近定来咧加班啊？迄放假吼，就好好休困。啊，遐人咧？哦，伊无啊，要去散步啦。啊，你请安尼要出去哦、喔？系啊，我要菜市买菜，啊，敢要帮你买啥？嗯，你最近定定咧走菜市啊？啊，是甲芳哥咧学煮食？阿嫂，你还知？嗯。你最近啊，啊袂晓煮菜的人啦，常常去菜市啊啦，啊面色看起来足好嘞。啊，着风格手艺好，有人教较紧啊。这啦这啦。你最近甲风格行足近的吼？啊，是讲恁两个即摆做伙啊？无啦，啊不过我已经主动甲风格告白啊。你还想清楚呢？我一直拢做介风格的啊，嘛无想要搁换换代。阿姨安怎讲？啊，伊毋是咧介意心痛。伊答应要互我甲伊斗阵看卖机会。好啊，安尼吼，为着你的勇敢，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多谢阿嫂。嗯。哎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我甲你提醒哦。什么代志？阿姨讲你啉酒醉，风格甲你爱转来啊，恁大兄哦足无欢喜的。完全无印象呢，阿爷甲我讲啥？哎，迄王旦的礼嘛是爱送啊。啊，送敢若贵啊去啊？哎，
去年送乌鱼子，今年送高粱。哎，斌哥，你啊，到台湾去了？阿官，喝酒醉啊？啊？哎，你讲你喝酒醉啊？哎呦，这里这里。来来来，我他妈来。我哪会喝这么醉啦？哪醉到安尼啦？阿姨，你着向向早来找我喝酒啊？啊，你无几杯就醉啊？想袂到伊酒量这么歹。李冠，安哥，我是天使。安哥，伊啉酒醉啊？李冠啊，这么晚，你甲查某囡仔啉酒，搁会啉到这么醉？啊，无你到底是想要创啥？无啦，我无想要创啥。我方哥毋是这卑鄙的人，啊，伊是恁小妹呢。知就好。阮爹本来毋是外面迄种会当清清菜菜乌白来查某囡仔，请你较尊重。明哥，我知影，请你放心啦。安尼，李冠交恁照顾，我先来啊。哎，干嘛？我阿斌身体也袂好吼，啊麻烦你把迄李冠带去。好啊，几楼？三楼。啊？三楼？我哎呦！大汉仔面酒实在有够歹看的啦！啊，你嘛知影伊无希望你甲方国行做伙。我早着恁阿大汉讲过啊，我感情的代志我家己做主，伊拢一直把我当作囡仔咧看待，真正管伤宽啦。我知啦，你大汉口气吼是较无好，啊，不过伊嘛是关心你啊，啊，烦恼你哦会受伤。搁再讲哦，大家拢嘛知影，伊方国介意心疼。我真清楚，你甲大兄拢唔免烦恼。阿芳哥嘛唔是迄种个脚踏相准的人啊。我嘛有甲伊讲过啊，若是到尾啊，伊还佫对我无意思的话，我就一定会放弃。你敢一定要遮坚持？阿嫂，有机会会当甲家己喜欢的人做伙，想到袂坚持。好啊啦，我要来菜市买菜啊，看我都无物件，阿甲我要帮妈穿啥？唔免啦，拢穿好啊。好啦，那你要上出门啊。要改变哦。李凤，哪会向我转移啊？我嘛无清楚呢，我是透早上班才知影的。听阮夜班的同事讲，是林某的爸母要求的，讲要转树林北医。那呢？我可袂当麻烦你替我查一下林某的生日。等我一下。监管登记是2007年8月5号。我听秀明姐讲，守山哥甲连梦的爸爸是好兄弟，你待会伫只问伊。因为我看见连梦啊，定安尼四界了代志，我想要请后面去斗三工，偏偏我一个兄弟不哩信心，我惊伊拒绝我。嘛是啦，有一寡人哦，确实是无信心。多谢你。来，安尼我先忙了。那我先来去。阿玲，是2006年7月过生的，李某2007年8月出世，差年外，是我家己想伤济啊。阿玲，甲李光有啥物拍算啊？定要交往啊？无啦，我是答应甲伊做迄十项代志啦，无答应要甲伊交往啦。哈，你若是陪伊哦，做这十件代志做了，你哦就规条落去。放心啦，我有站查啦，啊，我会予雷官对我死心的啦。我到即马想无，
像像雷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哪会去介意着你？爱欺骗的酒桌，爱情亲像是车，酒杯里拢是苦甜。我心，我从心出发开始做阵行，成功的路。做这十件代志做了，你哦就规条落去。放心啦，我有站查啦，啊，我会让雷冠对我死心的啦。我到这嘛是想无。像像雷冠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哪会去介意着你？那就表示你有眼光啊！哎，你阿舅袂歹呢哈，不过可惜，即马我的心内就敢那有心痛尔。心痛已经拒绝你遐尼侪届啊，啊你拢袂感觉艰苦？痛的嘛就艰苦的，你想猜哦？你阿舅故作坚强呢，伊是我的心。你知影这种感觉就好啊，千万唔通去伤害到雷冠哦。我知啦，啊我嘛真惊去伤到查某囡仔的心啦，迄毋是我风格的 style。嗯。来，阿妹，你在讲啥？哦，你讲我的感情啦，去爱一个人是苦，啊去用爱嘛是苦，是安怎？我感情的路，那会这么辛苦？我要去病院换药啊，顺便去看柠檬。柠檬已经办出院了。啊？那这么赶啊？哎，不是搁需要休养的。行，那来得。我替你换药。没啦，再放心啦，好，这搞稳就好啊。我要回去看伊换药。别，无啥好看，够点。芳啊，阿母啊，我报应啦！阿彩虹即摆已经无住伫遮，啊，你要订啥？芳啊，阿我吼邮局迄件寄金簿啊吼是藏伫迄度，你去甲我找出来啦。邮局寄金簿啊，我嘛毋知藏伫倒呢。芳啊，我想讲吼，要倒来看吼阿斌恁老爸啦，啊吼，你喊我来好无？哦，你要去看阿爸？系啊，啊你紧嘞。紧去换衫啦，啊，甲我来去一撮啦。妈，你要倒位？啊，紧的啦，啊，你唔着紧去吼看看的啊。阿母就是讲要找迄个邮局寄金簿啊啦，啊，我嘛唔知藏倒啊，啊，而且直直叫我放啊。妈，你邮局寄金簿伫我遮啊，我去叫你啦。啊，搁有这是大嫂，你做一定包出去啊。哦，我知影伊报应啦，我是向阳叫唔对伊啦，嘿。阿母啊。啊！你要去看阿爸哦？嘿啊！啊，伫咧新店呢。啊，即马吼是想要吼带我转去啦哈。妈，我摕寄金簿给你啦。唔免啦，啊，你这物件先摕去藏啦。无用啊！啊，你是咧传中道唔？嘿，哪传啊？哦，好啦，啊，无恁无用啦哈。我来看电视哦。哎，遥控器。嗯。失忆整形重建外科就是包括重建部分。啊，你看电视，我来去无影。哦，好啦。那重建部分呢？大概我们通常是来进行一些腺电畸形，或者是外伤，或者是肿瘤切除。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，那你可以从你服务的对象身上学到。阿母嘞？你楼顶在看电视啦。哦。阿斌，我看看哦。阿母最近怪怪呢，伊直直叫我放啊。无代志啦，阿母叫放啊，叫惯势啊。啊，以前哦，迄过年过节我倒去新竹的时阵，伊嘛叫阿强。干嘛呢？对啦，这吼都是咱需要检讨啦。表示讲哦，咱甲阿母哦做伙的时间哦伤少。对啦，阿嫂。以前阿姐未嫁时，妈妈拢叫我来说啦，啊，不过我拢知伊是叫啥嘛。啊，不过阿母讲吼，伊要去看阿爸呢。伊讲我甲阿母哦去公园散步的时阵，阿母就咧想阿爸啦。
阿翠讲哦，伊惊阿爸咧天顶无人甲伊讲话。其实哦，是阿母想要找人讲话啦。阿强甲彩虹阿将搬出去啊，阿母的声音哦也是正常的。我叫你哦找阿母开讲。是受伤以后没有办法把它重新接回来的那种功能，或者比如说是因为长了舌癌，把舌头拿掉。明啊，阿婆，我有一礼拜房间休困啦。唔免啦，我吼伫车较好困啦。啊，若入去房间哦，啊坐咧就哈气啊，啊倒咧吼就困袂去啦。哎，明啊，来坐啊坐。哦。你这阵仔辛苦啊啦吼，看你安尼吼，加较瘦呢。我嘛是只大块，要哪会瘦啦？啊是讲吼，若有瘦，身体嘛较健康啊。我以前咧做水电的时阵哦，安尼背悬背低，哇，迄身材偌好诶！嘿啦嘿啦，身体健康较重要啦吼。嗯。阿母，我听保养讲，你想要看吧？嘿啦。啊，都雄雄想到啊！啊，你若想要转去哦，我就带你转来去啊。唔免啦，清明咧啦。那就等到清明啦。啊，若要看吼，就去看啊。啊，就当作讲哦，出去行行的。啊，无你靠，阿爸嘛咧想你啊。唉，我咧想恁阿爸哦，一定会骂我的啦。骂我讲哦，拢无好好照顾恁这兄弟姊妹。是我无甲小弟小妹照顾好啦，唔是安尼啦，是你运气较无好。啊，你吼嘛拢咧无用公司的代志啊。啊，以前吼拢是阿强吼、甲凤啊吼，啊吼陪我去的啦。啊，阿强、甲凤啊，因即摆好无？啊，本来讲今日要转来啦，啊，应该是咧无用。阿爸看到人咧。哦，啊，无闲好啊，有钱赚才会无闲啊，吼。我拢有甲阿强通电话啦，你唔免烦恼啦。啊，好啦，阿是讲斌啊，啊，你嘛要加关心一下丽冠咧。我吼，即卖上烦恼的就是丽冠伊啦。安尼吼，你甲看，阿无要拍算讲要结婚啦，啊，我逐摆若问伊吼，伊就讲无急啦。啊，刷着就甲我讲，啊，无嫁嘛无要紧啦。你看这个查某囡仔安尼，唉。伊有介意的对象啦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无啥适合啦。哟，啊是啥啊？小兵啊，万古啊，金凤啊。金凤啊，哦，哦好，啊，这个囡仔袂歹啊，嘿，嘛不离啊热心的啊，你会记的无？啊！顶回我伫公园的时阵啊，啊脚无爽快，是伊甲我挨转来啊。吼，啊，佫有一摆啊，啊，咱项羽吼伫路的，啊，撞到一挂唔食囡仔啊，啊，找伊的麻烦，嘛是吼，伊出面斗三工的呢。嘿嘿，啊，丽冠呢？我来问伊吼。伊无伫的啦。哦。阿斌啊，阿生来啊。哦。好啦，无你紧去啦。啊，我吼等有闲的时阵吼，我来问丽冠就知影啦，吼。好啦。那我先落去。好。凤英啊，哎，来，加倒一杯茶嘞，吼。哦，好。你找我来，什么代志？亚萍，我已经知影，较早你爸介意阿神啊。要讲，但是要跟你讲，早就跟你讲啊，应该是阿豪跟你讲的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无爱欺骗的酒桌，爱情亲像是。
是苦天，我心我将心自我开始做阵行，成功的路。你找我来，什么代志？亚萍，我已经知影，较早你爸介意阿仙啊。要讲，但是要跟你讲，早就跟你讲啊，应该是阿豪跟你讲的。你确实就了解伊。阿豪是惊我会离开伊，才会跟你讲这件代志。当初阿玲死了后，我确实有想要替伊照顾耀哥，啊，不过伊无答应。十几年过去啊，我嘛有这种感觉。我今嘛有家己的家庭，你免烦恼，我会介意你的感情。我唔是在烦恼这啦，你免解释啊。咱同款是查某人，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。有你在伊的身躯边，我就安心，我就好伊，我是真心就好你。我嘛唔知影，伊是安怎会介意我？你遐尼了解伊，应该比我更加适合。对伊来讲，我就跟他是阿玲的好姊妹啊。以后我嘛会遵守这个习惯。对啦，我听玲珑讲你的学历足好诶，啊，较早你哪会介意阿仙啊？是一种兄弟气，真漂皮，嘛予人只安心的感觉。耀哥敢做敢担当，讲会到做会到，嘛无你惊的是别人。对家己人足保护的，袂予伊受着委屈。足侪查某囡仔介意这种欺骗。你问这要创啥？啊，着我的伴姑啊，伊年岁比我较小。啊，卡袂着哦，都一直讲要找找啥物历史定位，啊，一直想要做歌啊。最近哦，有一个查某囡仔介意，嘿，迄个查某囡仔是理工女呢，我真正想无，所以毋才想讲甲你问看卖。想要做歌啊，就一个查某囡仔介意即款的，啊，拢无咧惊讲啊边仔的人会烦恼。对啦，有一件代志讲起来歹势，我甲阿豪陈雄为着你们的安全，希望以后伊会当甲恁较少有接触，希望你会当体谅阮做父母的心情。你安尼决定是对的啦，我嘛是安尼想的。啊，恁拍算什么时阵办婚礼，请人客？若是歹办哦，就莫办。啊，不过若是要办，希望哦，我建议会当去别个所在，安尼较安全。安怎讲啊？新娘衫哦，真正是水的，足适合你。到时阵哦，你一定是上水的新娘。阿婷，多谢你一直替我准备婚礼的代志。三八哦，本来想比你亲姐妹啊，搁较亲的。你会当嫁予心爱的人，我足欢喜的。你一定要永远幸福。啊，你唔知影孕妇的情绪起伏拢较大哦。哎呦。好啦，你若是哭哦，耀哥一定就唔甘的。伊跟我最近拢就爱哭的。嗯，那有，你自细汉就爱哭的。
啊，恁一定爱即马办婚礼嘛？嗯。即马十三亿人伫找耀哥，办婚礼敢会伤危险？我嘛是安尼甲阿耀讲，啊，毋过伊讲无咧惊啦。若是即马外口有风声，伊就毋甲结婚，安尼毋就是输啦。啊，毋过我心内就不安咧，惊会发生啥物代志。你嘛毋是今日才识阿耀啊？伊近期的代志，无人会当改变啦。希望毋是我后背想啊。有因的兄弟伫咧，袂有问题啦。安怎？医生拄则甲我打，惊我一跳。李雨晴，你嘛要好好保护你妈妈，知无？我爱你，嘛会好好保护我家海个囡仔。当初就毋是要过这么固执。无得卡，就袂发生迄款代志啊！伊即马是足固执的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耀哥会用性命给你保护，你家己嘛较细腻的。我敢若希望阮两个人拢会当平平安安，无唔对，平安才有未来。即马婚礼对我来讲哦，根本就无重要，当甲伊做伙就好啊。我即马总算了解是安那，也一直讲未来较重要一句话啊。我真正就希望你会当幸福平安。多谢你。咱妈妈会趁我出差，将款款找出国。我是款款的妈妈的，伊哪会当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带款款出国？听你敢袂伤过分啊？是的。我毋是要听你分析的，你妈啥物准备带款款回来？妈妈讲，伊要甲款款努力读册。你妈哪会当安尼做啊？伊安尼是怪囡仔，你马上甲款款带回来。佳芬，你莫着急啦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处理，好不好？你若是法度处理，囡仔代志就袂变成安尼啊！你妈要安怎欺负我，我拢会当忍耐，啊，不过伊袂当听从我甲款款。佳芬，你较冷静的，我一定想办法将款款带回来。你哪有可能啥物拢唔知？你会当问你迄个上爱健身的秘书啊？伊是你妈妈的表白啊，伊一定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。已经无上班啦，这件代志。不一定跟他有关系。你莫讲啊！伊若唔知影，谁若今仔唔敢来上班？你妈妈安尼做，唔那是拆散家分甲款款的心情，嘛是拆散恁一家团圆的机会。真的咯，你若是无甲款款带转来，我一世人拢袂原谅你。佳芬，请你花一点仔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将款款带转来。你若是无甲款款带转来，我就去法院告你。当初化工盘是监护权双方共有。你无看你安尼做，佳芬，佳，黄美姐，七百我无路替你讲话，赶紧把代志处理好，莫阁伤害佳芬。嗯，阿文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啊这吼。做伙啉到醉，迄天咱应该算是完成的啦。迄天干呐，我啉酒醉尔，你无醉，所以无算。无啦，迄天我冇啉咧，迄是你已经醉啊，才唔知影啦。哇，迄天哦，我啉到醉茫茫的，哇！你若啉酒醉，你老阿都送我倒去啊。迄天你送我倒去，你有拄到阮阿兄，伊是毋是有甲你讲啥物歹听话啊？无啦，伊就讲，一个查某囡仔这么晚伫外口饮酒无好啦。
啊，恁大兄的话你爱听呢，可是无唔对啊。啊，你一个查某囡仔，若是这么晚在外口饮酒哦，那是真危险的呢，对吧？你会关心我？那是朋友啊，我当然嘛关心你。你放心啦，我干那家里饮，我袂甲别人饮。今仔日欣桐早班，应该下班啊。啊，你要煮物件回家，干想说甲我夹？好哦，我先甲你夹，安尼你才煮给我吃。刷来这吼第二项的亲手做料理给我吃，安尼不就算是完成啊，对不？啊，搁刷落来，我看这做伙野餐呐、啊、看电影、看夜景哦，嘛会当做伙完成嘞，工时间就完成啊，对不？你是不是感觉我做烦的，所以才想要做一届，把十件代志拢做了？无啦，我唔是迄意思，我是想讲，安尼顺耍较方便啊，分四工嘛会用的啦。你若想要反悔，我袂勉强。你讲迄个什么话？我方过答应的代志，我绝对袂反悔。爱欺骗的酒桌，爱真亲像是假。酒杯里拢是苦甜，我心我将心自我开始做阵行。怀疑你涉嫌行贿标案的承办人员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也可以为自己寻找有利证据。现在，请你跟我们走。你哪有可能啦？我那边搁较戆，嘛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无代志啦，最轻你就下，啊来讲个清楚就好。哦，我愿意哦配合恁调查啦。阿斌啊，阿母都受着急啊，结果心脏病发作，即马伫咧病院啦。阿母怎啊要紧无？你莫遮激动啦，阿母真神啊，医生讲无代志。别因为，我先别管阿母。哎、欸，深深的雨水无雨飞，无人陪。情思若落花，心内花车多。这内面一千万，是要给恁兄弟姊妹，包括你算啦。恁哦，一人拢两百万。啊，项羽啊，伊是大孙，以后是要捧斗的，嘛是同款哦，有两百万。阿嬤，我袂啦。啊，你若讲要走的时阵哦，啊，你还阁细汉啦，啊，所以你无分着啊。啊，这是我的部分啦，我必须要讲哦，安尼公平吼，甲分分的。阿斌啊，你想啥？我是讲哦，这点应该当向法官先生解套啊。可难啊，终身没结束。哎呦，真正是老小王爷保庇啦！哎，啊，咱下晡开庭，无咱早起去拜拜，啊，求咱开庭顺利。是啊，若是当顺利哦，所有问题都拢会当解决的。啊，头一步，就先把这间厝提银行贷款，紧家利息还掉。嘿啦，啊若无吼，咱真正有迄重来吼，会拖到倒。阿嫂，你讲啥物重来啊？啊无啦，我是讲我拄仔看电视啊，迄电视就咧讲吼，有人吼去借重来啊，互偷笑啊，啊迄手段吼足粗残的。丽君，阿母咧找你啦，伊讲有代志哦，要甲你讲。哦，好，那我先去啊。
我身躯拢洗好啊，你搁还袂想好？我当然想要跟你大撮伙啊，也毋过我无想到应该安怎做较好。安尼着我来决定，你搬来遮住。安尼袂输你甲我笑咧。啊无，你敢有其他的办法？你讲啊。这应该是上好办法了。哎，你平常时拢怎啊困啊？不一定，看心情。我知影你最近较烦，应该会较晚困。我有买秘露，买你嘛。哎，你安尼搞笑，蛮歹势。哦，恁这查甫想一寡有诶无诶？我哪会当去恁家住哈？是讲哦，你若是要搬来我遮住，有一挂规矩，我先讲予你听。一定要洗身躯，才会当去睏哦。啊，若临时想要休睏哦，嘛一定要把衫拢换起来，才会当爬去你眠床顶。啊，若是去袂做哦，袂使早手机啊入去，迄睏伤久哦，身体无好哦。啊，搁有啦，起锅都要位后壁接，爱挂一定要甲盖好哦。另外，搁有一点上重要的，暗时要睏的时阵。一定要留一拍细拍的电话，安尼我才有安全感。哎，你规矩伤济，你用讲我记袂着，你规矩甲写起来，我回去才好好研究。我早就写好。你去替我。哎，啊！你较早甲阿玲做伙时阵，伊拢无啥物规矩。无啊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啊，就是无规矩啊。安尼袂用的啦，咱要生活做伙呢，若无先讲好，以后一定冤家，所以咱来约法三章。好，安尼规矩写好，才会去摕我。我都讲我写好啊。哦，你才摕我，我来洗身躯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倒？我等来洗较自在啦，我洗身躯哦，搁爱夹裤边锁，啊，迄衫裤啊，先穿洗洗，爱开较侪时间啦。你就是无愿意让我吼。是甚物表情哈？我这敢有足无合理的？算合理啊，啊，不过苏珊哥无介意啊。你莫胡白讲啦，小明姐，无遐尔严重啦。苏珊哥拢走转去后头啊，阁无严重啊。苏珊哥阁有后头啊？恁家嘛算是我的后头啦。啊，不过我是迄种无希望查某囝卡袂着就转来妈妈哦。为甚物？啊，受着委屈嘛袂用转来。哦，你会当问嘉芬啊？啊，伊正常敢有卡袂着就转去。阮爸妈对郑德龙印象真好，我转去嘛无效。啊，安尼就孤单嘞。我无重要，先关心小明姐。我在想哦，啊是讲我甲这生活公约内面有几条安尼摕去。啊，你是要摕掉倒一条？每一条拢足重要，我毋知影要摕倒一条呢。秀明姐，我是感觉你要甲守山哥讨论一下啦。啊，不过守山哥根本就无想要讨论，伊干那想要逃避啊。之前佮讲甚物代志拢会扭我。相爱容易相处难，啊，真侪情侣住做伙了后，就发现拢真侪问题啦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有朋友啊，嘛是甲对方出去耍一礼拜，啊，回来就随册啊。都是爱住做伙，才会当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，爱磨合啦。从一开始，你甲加分嘛袂合，啊一个吼爱听音乐，才会当写歌，啊一个需要安静。徐心腾，你哪壶不该提哪壶的。秀明姐，你若是真正要住做伙哦，你应该甲守山哥参详一下，这问题才好都解决啦。守山哥遐尔听你，一定会让你的啦。啊是会当让偌久？啊以后若是无想要让的时阵，是要安怎？而且守山哥一个人生活这么久啊，一定有真侪生活习惯是改袂过来。
你安尼讲嘛有道理，迄养娘的嘛毋是办法啊。真侪婚姻哦，拢是因为这款代志无处理好势，双方都愈来愈袂爽对方，最后都离婚收场。我不爱离婚啊！袂啦，你甲苏三哥是无甲咱只家做伙的啊，伊袂安尼就放弃的。你点点啦、啊！我讲的是事实啦，我就只是先甲咱上歹状况先讲出来尔。我真正希望我会当让你幸福，我希望你家永远都袂搁停。我有讲过。要让仙仔幸福，小明，安怎？俩钟还袂回来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说你无姓张，我已经说好啊。你的生活公约头一条，要睏进前爱先洗身躯，来，平看麦。变掉了啦。这个小块贵宾小姐，你敢有规定爱陪你做伙睏一个规矩？无啦，你要睏啊？无遐早啦。我先来睏啊。门卖锁。你唔是会晓开锁？目正经嘞，我才离开一日，还都爱开锁，会伤严格嘛？迄张是要我？这不重要啦。生活公约？我都讲这个无重要啦。啥讲无重要？我看卖啊，我是不是我得遵守？我嘛同款会做伙遵守诶。第一条。啊，这里已经通过啊 ，pass。第二条，那无洗身躯，一定要换衫，才会当去你眠床睏。我相信这点你嘛一定做会到 ，pass。第三条，去便所诶关门，袂当耍手机啊。真个是咧讲你。对啦，所以以后我嘛袂带手机啊去便所。乖，真好，过来。第四条，洗完身躯，涂骹的石头担、水坑的头门爱清，合理。第五条，气锅爱为后面接，挂爱扛。你若是袂惯势吼，咱会当用两条气锅，你用你的，我用我的，啊，看你要安怎接就安怎接。那是冤家。一定要在睡之前覆盖。这点我很坚持的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无爱欺骗的酒桌，爱情亲像是车，酒杯里拢是苦甜。我心，我从心出发开始做阵行，成功的路。那是冤家。一定要在睡之前覆盖。这点我很坚持的。这点你免写也不发生，因为我一定会让你。你写那么多点，现在换我写。你也要写哦？其实我还有很多点还没写进去。我目前只有一点。是哪一点？你不能一个人喝酒，更不能跟别的女人做伙喝酒。你就是要讲我酒量歹、酒品差对无？真古锥。咱即摆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叫做唇语游戏，吼，输的人就爱啉，吼，我先。有我没啊？
不一次，我看看。不错。你输给你。哥呀。不要。丢。瓦力。想讲你拄才转来，还佫出去，还毋知去倒位，想讲等你转来。我去找方哥啦。啊，你怎还去找方哥？恁大阿知影佫会无欢喜啊？阿嫂，阿兄早起甲妈讲迄件代志，啊，即妈妈讲要找方哥甲伊见面，啊，我去甲方哥讲一声，较袂去甲方哥惊着。哦，啊，要找方哥。阿嫂，拜托你即件代志先莫甲阿兄讲，啊，无阿兄毋知佫会变啥物出头。到时阵代志扣入不入复杂。嗯，我阿母唔知要甲方哥讲啥吼。妈都已经误会我甲方哥做伙啊，讲要找方哥讨论阮两个未来的规划。嗯，啊，顶摆方哥挨阿母转来时阵啊，我就感觉阿母对伊的印象袂歹呢。啊，不过伊今仔日假释，阿母若知影这件代志哦，一定反对恁两个做伙。方哥一定改革自新啊，妈这么会看人，我相信妈一定看出。哎，你这么介意方哥，啊，最后若是无多做伙，你会足艰苦的呢。阿嫂，我嘛甲你讲过啊，方哥若无我做完十件男女朋友做的代志了，伊若是阁对我无意思，那呢我就会放弃，改继续做朋友。嘿啦，嘛是啊，斗阵才会知影会合还是袂合。阿嫂，我希望你会当支持我。在，你哪会使起来？无啦，我想讲你去小妹仔睏哦，应该睏较晏，啊，我哩家己来去叫伊开门啊。啊，是讲你哪会这么早就起来？眠床没关系，昨晚无睏哦。啊，是无睏，是睏无好。啊，无啦，在，这牛奶哦，替你准备好啊，报一下啦，吼。应该报的人是你啦。唉，我也无亲像安尼规暗无睏啊。你毋知规暗无睏，面色才歹看呢。使，迄是因为发生一件天大地大的代志。啊，着雷管哦，甲伊妈讲，我甲伊交往的代志。你真正要交往？问题就是无啊。我甲雷管即马就算是试营运啦。啊！不过伊妈却认为我已经正式营业啊，而且阁要找我讲话呢，我真正够紧张啊，唔知要讲啥。苹果敢知这个代志？无啦，就敢那你、我、内官甲伊妈知影这件代志尔。安尼就较好处理啦，你就是甲明珠伊安排好势就好。啊，我是讲哦，迄明珠伊真正是一个足厉害的人呢，我领教过，啊，伊娘家规家伙啊，顶顶下下，无一个人无听伊的话哦。我今嘛，哪会有一种要去见丈母的心情，够恐怖的啦！你敢那真不冤吼？当然嘛不冤啊！
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甲朋友斗相共，我袂当无去啦。不过我就是唔知影要安怎做，才会当万无一失啊。明珠伊一定想要知影你对雷管的态度，你就是甲雷管参详好，应该安怎讲就安怎讲。不过我嘛无想要讲白贼去骗老大人啊。啊是，我若老实讲吼，我就会伤害到雷管。哎，你有知影我即马有偌歹做？哎，我是讲，我嘛袂当老实讲啊，因为我袂完成甲雷管的财务愿望啊。这个有差？是，这真正有差。我做兄弟答应的代志，我就要做到到。你还阁想要做兄弟啊？无，是，我的意思是。我做一个男子汉吼，我讲的到，就要做到到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是压力伤大，我若想到我要甲明珠见面的代志哦，我咧规晚睏袂去呢。而且我真无简单睏去的时阵哦，我竟然去眠梦到明珠伊，我咧规人惊一下，弹起来，佫摔落去眠床，我真系规晚无睏，面色真歹看的。啊，不过使，你免烦恼。我不要紧，我还阁少年，啊，只要无困，那是无要紧的啦。啊，不过使，你可能哦，爱紧去困一下啦。对，国家安怎讲哦，使啊，你已经有岁啊，身体袂堪安尼操啦哦，你紧去补眠，安尼你暗时才会当继续按表操课。早晚我会把你的嘴舔起。使，是的，我今麦出来去姜的扫涂跤，而且牛奶哦，你探少点啦。这个时间，郑德龙应该到美国啊。若是会当带宽宽回来，伊一定随跟我联络才对。来啦！人来啊！三文姐。三文姐。来啦！林，阿林来做伙来。我拄好在路下拄到项羽，阿姨讲要来找恁，我想讲我也无代志，就做伙过来。嘉芬。当初向伊咧拍马多卡的时阵啊，您有给伊一挂建议，会表现啊愈来愈好。林，你足专业诶。无啦，我只是较了解向伊尔。向伊，今日找你来，主要是因为广告热度真高，厂商爱你代言因的品牌，煞来安排一挂活动。明仔若是准备好，才麻烦你配合时间。哇，韩吉欧巴，你要红啊呢！除了代言活动以外，我希望你会当拍一挂短影音，增加曝光量。哈？要翕啥？你会当参考即马网络上哦上热门的影片啦，主要是会当导流量。啊，恁少年人看恁即马少年人哦，较喜欢啥都往迄方向去想就对啊。影片哦。啊，跳舞啊，有足侪足短，还佫足好笑的呢。跳舞？我可能爱学看卖呢。放心啦，交我。嗯，安尼，阮即摆来排练，啊，下暗才找你。林颖，你真有执行力诶！啊，你毕业了后想要做啥？你袂记啊？伊遐个性，你了袂晓。目前是安尼想啦，我搁要替伊赔钱。若是姜诶无代志，你敢有想要做其他诶工课？有闲则搁想看卖。陈光哥、嘉芬姐，阮即摆来排练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。行到拜了。走，我有听。看到林英哦，就是着我较早读册时阵。啊。你较早敢有伊这么活泼？我比伊佫较活泼。干嘛呢？我唔相信，没图没真相，眷顾。眷顾。你是想要骗我哦？你看我较早少年相面，无可能。哎呦，竟然知我咧想啥咧？
看起来咱的默契愈来愈好哦。对啊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想要找林英来恁的岛上班？林英台是运动行销，我看伊这方面哦真有想法，想讲要问看卖，啊，不过无得去。嗯。郑德龙告该恁了。做个相片，换一个啦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无爱欺骗的酒桌，爱真亲像是假。周围的拢是苦天，我心我从心出发开始做阵行。生气，嗯，我该你了啊，阿英嘛，嗯，亚平啊，你要去照顾柠檬，过来无用办款的代志，安尼伤忝嘛啦，没啦，还是讲去办款的代志哦，都交阿顺去处理就好啊。我处理代志的方式甲阿顺也无同款，我看我啊，有约大叔，对方那是无现金。他又不得抢抢买，因工厂无值钱，啊，不过工厂的地也是会当利用。哦，啊，这样代志，买咱交阿顺去处理啊。我相信哦，伊嘛一定会当哦，处理到足好势啊。阿豪，阿顺也是你的结拜兄弟，不是你细汉的，你甲伊讲话的态度嘛较好诶，卖什么代志拢叫伊去做。嗯，啊，我对伊敢无好啊。这十几年来哦，我咧改到三工咧。若是有啥物代志，大家嘛是互相咧相听啊。伊嘛从来唔捌讲我有第几句话啊。你嘛安尼误解我呢？顶多是你哦，可能对我这红事哦，无讲解好。我哪敢？你是豪哥呢？我是咧甲你提醒，对你兄弟较好。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对我的兄弟哦确实无够好啦，因为哦，我将我所有好哦，拢无爱牵扯。上好是啦，我看哦，你家你所有的体贴，拢给你查某囝。嗯，你查某囝你也袂吃醋啊？你莫一直想柠檬啊，想甲哦，一个查某囝哪敢来压袂嘞？到时阵又袂转来啊，拢厉害的。亚平，我真正足希望咱的家庭会当像即摆共款，真正美满，永远拢袂改变。我伫讲话，你有伫听无？哦，有啦有啦，我当然有伫听。好啊，那呢，我以后莫想查某囝，我跟他想你，安尼好吗？我是讲真诶。好啦，我甲伊关心一下啦。我先休困者，我一边要陪你妈。我无饮料才过去。人啥啊过个啦？伊讲伫个病房内底，刚刚无聊，想要四界行行嘞。你万应该对伫个身躯边啊对调嘞，咱互伊一个人走去。豪哥，我随去把小姐找回来。这林檬，一定要走去林家边啊！徐斗桃。厨房的加四楼，水箱会淋惊。啊，阿母啊，阿你阿落来啊？呵呵，我想讲吼，要出来行行的啦。哦，安尼我陪你去。免啦，你咧无闲啊。
啊，我也不是吼，对这无熟悉路啊哈。无啦，我刚刚咧整理迄咧退货的物件，啊，袂赶啦。啊，是安怎？哪会讲遐济退货？啊，销路无好啊，就甲伊退掉。边啊，等下。啊，边啊，啊，我讲哪讲？甲咱想的差不多啦。啊，当时才会当用啊。真紧啦。好安尼啊。啊，边啊，阿母讲要出去行行。哦，我陪你去。唔免啦，啊，恁拢足无闲的。啊，遮吼，迄我也住遐尼久啊，啊，我也唔是咧无熟悉路啊，路臭足熟的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，吼。哦，好啦，啊你较细里啊行的吼。好啦，啊我来啊吼。好好好。检察官有提出新的事情，咱的芋头啊，若是要拍开，恐惊还佫需要一段时间呐。哎呦，佮要等偌久？迄一个月利息是600,000呢。你紧去联络，我来佮伊讲，看利息啊是不是咱降较低了。哦，好。哎呦，我看你倒啊，哪找无？啊，这么重要的物件，你哪会无甲收好啦？我都惊你知影，啊，收到家己藏到袂记哩啊。紧找啦。你今仔日哪会来找我？阮副总编爱我送杂志过来。我看卖，哎，我先讲哦，我知影你即马应该无想要看到伊。万一予你放伫个封面，真无简单嘞。哦，我嘛是讲真久，伊才答应的啦。若毋是我甲讲要互你看到伊的改变，伊哪有可能答应？你甲地当的拢有看过打样啊，所以应该无问题。啊，郑德龙敢有甲伊联络啊？伊有消息较好啊。你啥拢要伫只戆戆等啊？伊若无得处理，啊，你就直接飞去美国啊！开钱飞去美国找冤家，我无遮的钱，我相信伊定会处理好势。今嘛是款款去予人带走的，啊，就算讲是开钱去冤家，你嘛应该去。万一个池塘老妖，我予款款回来，你是要安怎？我已经甲郑德龙讲啊，若是款款无带转，我就去看伊故意啊。搁去看伊？你敢有考虑过款款伊的感受啊？我甲你讲，款款伊是……好啊，你毋是要甲阮公司合作，咱先来讨论一下吼。无喏，会加分啊。好啦，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想要摕恁杂志社怀里去看一摆，行。我行啦，来讨论一下，好啦。我现在无用哦。认真来奋斗，共同来打拼。遇到困难的时阵，我伫这，我伫这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无爱欺骗的酒桌，爱情亲像是恰恰，唱出感心的歌声。只要你听唱歌，人生路上我会对你。命命我要对你行，将心交予我，真心对待，啊，我山卡你甲我。
爱欺骗的酒醉，爱真亲像是恰恰，唱出感心的歌声。只要你听上我，人生路上我会对你笑咩咩，我要对你行，将心交予我，真心对。